枝叶绑在洋装，因为 David 等一下要去接小孩，所以我们快速。快速，然后这是黑色的，有两个色，白色跟黑色，还有白色。嗯，白色跟黑色，然后这件不限身形，不限身形 ，S 到 L 号，甚至 XL 号都可以穿。对，因为自己绑带。对，它是可以自己绑带的。然后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宽松、比较慵懒的感觉。那你绑带也可以，就是尺寸还可以再更大一点。这个现在穿应该蛮适，对，它其实都还很有空间，所以孕妈咪也可以穿，对，就不要绑就好了。他们是说生完也可以穿，因为它可以直接哺乳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就可以直接哺乳。如果你是亲喂的妈妈的话，也可以。然后就是白色跟黑色，好，两个色，那这边再转一下，好。花要穿什么？